魏颖，你当真控制得住吗？那若是你，魏颖虎符出了问题呢？从今以后，你打算一直如此吗？我去乱葬岗找魏颖，发现了阿玉。那日，温氏挫骨扬灰，他在洞里躲太久了，发了高烧，病了一场，迟早要知道的。你当真控制得住吗？那若是你，魏颖虎符出了问题呢？从今以后，你知道我是何意都没有了。